都这样啊，像那个这样子有不太是不太好的，压力比较大，是不太好的。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了解，但是那个跆拳会其实就是他们太忙了，他们比较忙。就是说，比如说地检署再去，我就之前一直在这里讲到地检署一直请记者，那个我跟补充一下，因为汉森，你也给吴律师讲说，送记者一来就送，汉森有偷那个药物，他把药物资料现场，上一个老师那个汉森想说叫王主管直接去，你自己做公关的应该知道吧？要做还是回去你的公关室做啊？怎么可以公然在？警察执行勤务的时候做嘞。我跟你表明，我是公开录影。我先跟你讲说，我先私人谈话。那么我们同等到私人谈话。我们同等到旁边。这里是公共场所，你要私人谈话，你找个私人场所。你不要碰我，你不要乱碰人家。我站在这里，你不要碰我。你可以收证，这里是公共场所，你有权收证。对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这样子做公关真的是太暧昧了啦！公务局的公关跟 CID 怎么可以这样公然这样子在执行勤务的时候，会不会太暧昧了一点？你们不是要保持立场中立吗？不然你就找个私人场所嘛。